龙鸟三方更红烧，阵营素阳杀气多。斩龙王率领万花楼精锐围攻车顶小组顶楼，双方撤退疏散，本阵真顶。大哥，讲大哥，下手也不离啊，扭捏嘞吼！我只是拢想最你的铁骑，前方的规划有着无敌的稳重，十二个动作，配合的四面运化，你用死来哟！好！在游幻海二将人生之际，一道水牛神鸟窜入阵伍，接下大将，随即射之刀干一领，用灵元力激发而出，万将直退游幻海，同时化神鸟流光，大招赤炼离。赛关垂定小组以斩龙王的阵道，阵伍依然明显，斩龙王武功诡异莫测，加之有鬼大火铁，刀枪不离。要是武功大进的崔林小组也非是对手。你庙会将息怒，全凭鬼火啊！一气合千山，万劈归风转。斩龙王自完一击，飞蛇之气逆转阴阳，顿时飞魂压顶，快人归去，直袭崔林小组。就行了。危急一瞬，天外一道风带佛掌，凌空一立，风体斩龙王。跟着我！不是就，总有一天，咱的桥面对决。哼！你一面要逃走雷州的小子。应该想以掌控这种雷鸟，如今已中了我的万劈鬼魂，就不能及时改正，那也只有死路一条。哈哈，伊回头催我。霹雳盛典最新台潮，最豪华的布袋戏演唱会，百万英雄金曲歌王，最震撼视听的沉浸式舞台。10月19到10月20，高雄流行音乐中心 iBomb 售票系统全台 7-Eleven 限制热卖中。